4月16日晚，章子怡罕见出席某品牌活动。据悉，章子怡已经很久没有代言商业品牌了。自从嫁给汪峰以来，除了一些节目或者拍摄以外，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相夫教子。在镜头中的章子怡非常有东方韵味，高贵大方，但是这一身短裙的白造型，风腰细腿，完全颠覆了大家对她的传统印象。没想到章子怡竟然这么有料，身为中门大开，让自己的性感毕露。39岁的章子怡身材还是保持得这么好，脸上一点衰老的痕迹都没有。从现场的照片中，我们能看到章子怡的笑容依然甜美，幸福的笑容让人不禁想起了我的父亲母亲中那个青春可爱的女孩。没想到时间就这么过去了19年，章子怡却还能够保持这么纯真的笑容，实在难得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庆祝并且铭记这个奇迹诞生的时刻，也有请各位媒体的朋友们为我们定格这一令人激动的瞬间。